啊，这首歌挺有意思。这首歌可以待会等瑶瑶来了再放。羽毛幺幺幺，你好呀。
伤敌于千里之外。外面有个无锡。南蛮入侵，杀！雷杀！
完美一点啊，乐上，轻松顺口间装上，表现出很强烈的改小点的欲望。主播你又来了，八喜你好。声幻化有心，梦幻
就是你，无人可相比。过河拆桥，无中生有。你送我铁达尼，沉船的滋味，全望仍为你改成沉船机。日后遇着你，谁人可？一般默认是刘大典。妾身定为我大卫鞠躬尽瘁。你们那个，谢谢守望在风中的办卡。你们可真别说，手牌留大点留小点，这个还真的有一点那个，需要一个习惯养成的。孙家天下，孙家兵，成就千朝，大赵万世，自当治。对，留牌要留大点，然后留尽可能多的花色。是的。你的门先收个反。我咋觉得这个牌你就不要开南蛮了呀？元素手牌也没有杀，蓝莓掉血的。哎呀，这刀真的是你这把主中考虑的问题不是属于那种压血的，主中考虑的是捡人头。他考虑捡那个压血了。你这样的话，我待会要去收拾朱然的问题。皇位是我的，天下也是我的。因为朱然的手牌是个明的雌雄双股剑。为天为道，莫问前程。冰凉寸断。
不拿张鲁的米是为了不让他过敏。凡尘落尽，再不回首。孙策拿的是酒。哦，他真的是个粉。我怕我收人头之后扔三张牌啊！瑶瑶晚上好。吾等戮力同心，定能回天转日。哼，也不看看我是何人！父亲危急之夜。好，加油啊！现在左慈是有轨道的，有轨道的。孙家天下，孙家兵，成就千秋，万世名。三倍啊！大丈夫行于世，自当志在天下。应该是没逃了。应该是没逃的，是有逃应该不会不救的。南蛮入侵，我要看我这局队友赢。岂能逆天而为？现在几杠几？零杠一。哎，他们还是太急了。你们等到状态回起来，两个人去羞辱一会儿左慈。现在左慈没有好化身，可以羞辱了。成为皇天之士的祭品吧。我，一世英名，付诸东流。诏书在此，该不得放肆，就应该这样，就应该这样，教他们做下人，真的是。这种局都能打输，左慈没有好化身呢。你两个人摸牌，两个人摸牌摸。来，你们要的司马徽来了。太子司和他在链子上。哦，那么就是解太子司连自己。这个牌，不，这个牌算了，这个牌会死。竭尽所能。顺手牵羊。露露和好了。杀。噔噔噔噔噔噔。这不是你好，这个字念称，称好。扔啥？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，你好。你好是什么技能？你好是什么技能？略阵突围，全凭一身一人一枪一匹马，主公气场尽驰骋。父亲何故多虑？嗯，对，不吃 A， 不吃属性伤害。给你一个，你要龙印封印啊，给他龙印吧。卧龙凤雏，二者得一，可安天下。
公怀王佐之才，以责人而事。借刀杀人。我这个两个印他们能看见吗？解锁连环乐不思蜀。其实这个牌啊，给封印的那个人比较关键，因为给封印那个人要把铁锁连起来。可以看到，就现在全场可以看到龙印封印啊。嗯，你是个反，你不要去杀无限，这个局下面非常有可能是这样的。杀身成人，不负皇恩，聚成辉。技能看好了吗？看好了，我关了。一不，他这个是手牌不溢出的情况，你不要去忙下家，因为 这局下面，那现在目前来看非常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了。失礼了，开红了，对啊，不是很轻松的事情吗？人言无吉人天相，福圣王。谢谢徐丁鹅飞机，谢谢。不过你在打对了。如可于宫中多留几日无妨。这句我队友很一般。我就装装备吧，就现在我会吃锦囊伤害是吧？啊，吃就吃吧，先铁锁连起来吧。那我看看啊，若你没有龙吟封印，且啊，那无所谓防具不防具了。
那怎么办？那等到下回合诸葛恪还不一定摸我草花，先连出来再说吧。羡慕吧。永历二子，当保大汉血脉长存。雷杀。如果谁能记得，记得未必深刻。胡适受屈。下回合我把龙印给自己。我夜宴去了，我把龙印拿过来夜宴去了。这么打可以不？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玩，有点不熟，大家教教我。我下回把这个龙印给我自己，然后我就夜宴去了。驱虎伤敌，保我无虑。主公器重孩儿，父亲何故多虑？可以。他这个夜宴是怎样的夜宴啊？你还会什么？啊，怎样的夜宴都没用，怎样的夜宴都没用，我现在也开不出大夜宴。摸了三个红桃。我待会儿的排序是要先把龙印给自己，那么我就可以有龙印了。还是说给我自己之后马上要烧人啊？应该不是的吧，给我自己之后我先用火攻然后再烧人吧。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给你，你砸人去吧，我剩个方片，别的你去砸人。好，我待会先给自己，然后先去用火攻，火攻用完之后再用夜宴。色心半君半生，善时终得善终。不，因为现在诸葛恪他也有个刀的嘛，让他去砸人去。杀身成仁，不负皇恩。啊，先连环，对对对，先连环。
不负也不过如此吧。主公之忧既是如此，吾之所思也。因为我这个那个夜宴夜出去之后，我是没火气了。无中生有。冰凉寸断。我被你们说的也有点怀疑自己，但我觉得自己真的没打错、啊、是的，我打错了吗？用掉了。这次有负主公所托了。顺手牵羊，无懈可击。好嘞。天意不可逆。妈的，一局游戏被批两次，来五包电，先开五，再开一，再开三。我开起来的时候反正背水一战了嘛，今天这么多人压能，哎呦这个开的感觉不一样，而且这么多人搜哈搜哈了。
大哥可以不用电了，来吧。大哥，来呀！民十足则国安。不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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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信心有信心。皇姑好请，方敬先将军本色。我慌的时候就开不出来，不慌不慌不慌就可以开出来，稳很稳。将军的厚爱，只怕奴家无福消受。将军恩爱百端，妾身不不不，已经在这个地方开了这么多了，不能换地方了。川美独占，哎。绝杀！我操！怎么样？绝杀！我操！绝杀！我今天准备了歌了，我靠！我准备好日子了，我靠！我终于可以放了！绝杀！右边的乡亲们，送你们上天台了！哈哈哈哈！博越，没有让你失望！绝杀！
绝杀了。那你们看不起我，知道是谁在开包不？欧神，欧神在开包。哦，不能喊太大声啊，我的麦一会儿破了。最后一个，换个地方，再来一个绝杀。咦，怎么还有个担保？哦，没有没有。好了。我已设